妈，我先走了，这回的任务不知道要多长时间，你自己在家好好照顾自己。放心吧，一定注意安全啊。你爸那幸运头盔你戴了吗？戴了，在箱子里。20年前呢，你爸带着一支小队全军覆没，就是你爸一个人活着回来，多亏这幸运头盔呀。我相信这幸运头盔一定会给你带来好运的啊。好的妈，放心吧，我先走了，一定回来。今天我们的任务是侦查，要摸清敌人的所有火力点，估计他们会有狙击手，所以大家跟着我，放定身体，注意隐蔽。好，三，大家身子放定，注意隐蔽。不用了，应该是自己人。